首先量一下你这个样品是多宽多厚的，宽度是6，厚度是3。然后把这个切换成英文吧。，OK，这个选择英文，是把这个产品的宽度厚度输进去，假设001号产品。这边选择矩形，宽度，宽度是6，厚度3，增加，等一下，增加一个，不对呀，这个刚才名字已经有了。这两个输进去就 OK 了，然后这是02的宽度厚度，然后这边控制方案选择也修改进去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名字是自己命名的可以改的，然后这边制方向因为你是做拉伸嘛，选择 up 向上，然后速度根据你的需求可以改的，先用100给你测吧，怎么样吧？然后这边就选择断点，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选项。有力量和长度、变形时间都有，我们先选断点，先测试就好了。这后面就不用管它，这干嘛？这个暂停时间不用管，这零掉了，不许你管你吧。这后面可以改吗？后面不用动它，你们唯一改就是一个速度，一个这个切换条件，这边选择力量，就后面就扭了，然后就长度，就断点，就拉动挺进去，然后我来讲样品。我们先讲一段，后面太多了。这是 C 型家具啊，这是夹住了这个。然后点哪里哦？点测试就好了。啊。不能夹住这个。会不会断了？飞起来。哎，它怎么没有曲线啊？哦，是啊，好小哦。程序比较大，程序两灯的，所以说曲线就相当于比较小。如果它断了的话，它就停了，是吧？断了会自动停机。那你刚刚设置的那个断，是设置的时间还是什么？粒子衰减比率。天哪，还没断，这得拉到什么时候啊？暂停一下。没事，越详细越好。
还没到吗？好累啊。可以剪一下，到时候。暂停一下嘛。不是，我暂停的，我怕它断的时候我没拍到。够了。长度不够吗？哎，那它长度不够怎么办？够吗？掉了，卡住了，夹不住，暂停，暂停。